啊，阿弥陀佛，啊，诸位法师、诸位菩萨，啊，大家搞早，啊，在这么好的假日中间，啊，和大家呢来这啊，跟大家来望研究啊，咱人一生，吼、哦，啊来探讨，咱人生位都要来，啊，死位都要去，吼、哦，啊，大家报告、哦，我讲台语吼、哦，有诶，有些讲袂认得，吼、哦。啊，会读一挂国语，好不？好、哦，不要紧吼。啊，台语国语难要讲啊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。啊，要专讲台语真有影吼，无迄落习惯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是，我吼的主题吼，有咧讲探讨生死相关的问题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大家手放落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好，放掌，放掌吼、哦。但是咧，一项上个重要就是讲，咱人来到咱这个娑婆世界。好、哦，要来探讨生死，要为倒一下开始甲探讨去，要为咱但中国人，啊为全世界，无论倒一个民族，拢共款。要讲啥？要探讨咱人死去了后，要安怎处理？啊，咱生，大家拢知影，啊生就为父母的精髓，来到咱这个娑婆世界的方法。但是往生了后，大家拢唔知讲，啊，往生了，每个人，每个人伊个生活方法无同，各每个国土诶往生无法度，拢无同款。所以讲，咱啊要探讨生死，爱为对下开始，爱为咱文化、民族诶文化开始，伊安怎每个人、每个民族。安怎死去？吼、哦、啊！死去了后要安怎来处理？来认识这些所有的民族的方式，咱该当了解讲，因死安怎处理？啊！你讲生为倒下来，死为倒下去，这是足重要。但是咧，人啊，在咱佛教讲，人并无死，并无死。因为咱本性还在，咱是就这个肉体，咱这个肉体叫做臭皮囊。好、哦，咱这我今天要跟您讲的，一部分是为密教来的密宗的东西，一方面是为咱汉传佛教来，但是呢，我尽量要为。汉传佛教的东西拿出来，藏传很多东西，但是藏传很多都是在讲往生的东西，大家都是听了藏传佛教的，但是其实上汉传佛教是很多，从释迦牟尼佛的讲阿含经来这种讲课，好，所以说我要把汉传佛教为主体，藏传佛教为副体。啊，各宗教，我今天所给你们的，也要给你们认识各宗教往生的处理方式。其实，往生吼，讲是足简单的，啊，实在是一件足庄严，啊，佫足困难的代志，啊，佫像啥，哎，足欢喜的代志。啊，大家讲，师父啊，往生佫足欢喜，啊，是要安怎讲？因为怎么说，人来到这个娑婆世界，要懂得往生，你才可以得到永生的路线。你也无去认识就死，你也无去认识就死亡，也无去认识就讲人来到这个所在是安怎。我简单讲，啊，以天主教来讲，天主教一个人往生嘞。你若不参加过，伊就讲啊，唱一挂诗歌啦，吼啊，在伊吼啊，洒净啦，吼安尼简单，吼啊，做一个讲啊，弥撒啊，第一呢啊，新约翰啊，福音内底吼啊，提出一挂吼，因内底要安怎为和往生者上介好的所在，所以讲每个教，吼、哦、以天主教。基督教伊嘛安尼生啊，人死去吼、
啊，一点钟久啦，三十分钟了后啦吼，啊，伊牧师就来到你厝啊，来啊做一个弥撒啦，啊，怎样来把它处理这个方式？这就是安尼心念。其实他们也有很难的，很有用到的时间，就是讲，因有些啊，你做落去是特工在啊，你做，吼，所以讲人往生不了解这个往生的基督教安怎来处，伊斯兰教。有伊斯兰教，伊斯兰教就是咱咧讲的，就是回教。回教的人，他往生怎样？他把哦，人用火带滚滚的吼，因无好做，因是好对因来讲是种魔，所以讲伊斯兰教，吼，只要回教的人往生，因一定是安怎采用土葬，啊，滚滚的，啊都。啊，踩落去，吼、哦！但是因有一个方向，因一个人往生的人，恁一定向西方去见阿弥陀佛，那是咱在讲的哦，哦，开玩笑讲，甚至他有他的归宿，哦，到穆斯林的归宿的方式，哦，耶罕默德的方式，哦，所以说我们在佛教来讲，他们是没有土葬，他们是用，哦，没有火葬，一定用土葬，哦，所以。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的处理方式，再来呢，咱来讲各宗教来讲，在日本呢，因往生呢，包括三天来处理，三天来处理掉，三天来安怎处理呢？因日本人往生，因咱这个功夫讲爱去助念。因无日本人往生，因就送入去，吼、哦，因咧就是叫做殡仪馆，在殡仪馆内底，因就挨衫穿好，创啥的。第二天请法师来，啊念一个经，吼、哦，啊就去火化。因算是三天内拢爱上久三天都爱火化掉日本人，吼、哦，因这是先进国家。三天来，伊就了火化掉，火化掉，伊就摕入去咱的寺院内底。日本人的佛教又分作两种，日本的佛教吼，一种叫做丛林寺，就是讲大本山。在日本的大本山内底，你若讲一黑字啊，一讲一黑字就讲永平寺啊，吼啊，这个吼啊，咱那个林济宗吼，有林济宗的吼。的大本山，在大本山的寺院呢，他们正常来讲他们是吃素，大本山来讲是吃素，但是呢，日本的法师呢是怎样？因平常时在哪里啊？在厝的，啊，你用眼看到因，哦，穿西装，戴领带，哦，啊，有家庭，哦，迄就是啥？迄就是讲，因在日本哦。第一本就是讲，一间寺院内底边啊有一挂墓园，你若往生了、火化了，来放在墓园内底，啊，他们帮你们收一些费用，啊，他们是一代搁传一代，一代搁传一代，因日本的核心是安尼，但是大本山就无同啊哦，大本山生活拢爱正常，比如讲我阿弟。啊，那个永明寺，我是朝洞宗来讲，我朝洞宗，我每天早上我要做我的早课，哦，禅修完了爱坐禅，三点半开始坐禅，了头一支香爱做啥？爱做一个扎口，因为扎口一本书提安尼先，哦，慢慢啊，好好一直读，安尼先咧死困苦难咧读，大本上我安尼先。所以说咱也要认识各种佛教的生态，所以说咱这简单我是讲一个宗教这样帮您介绍给您了解的，所以说因也有一个无缘，所以说每个每个伊的机器在创啥，因这个主持哎呀提伊的一个插牌啊，啊来上经啊，回向我，几年啊，放在土的，
吼，坑个土个，台个土个，迄度用个用较久，即块地偌济钱，因个是安尼生，还要坑几年，坑十年啊，坑二十年。啊，烧好坑个灵骨塔内底，上久是十年至十五年，袂使坑上久。伊就叫你讲爱刷掉啊，啊无来提去，啊压掉，吼啊，变成讲已经有甲你操作到什么时阵啊？啊，互恁离开到遮，所以讲每个民族，吼、哦、生活方法无同，吼、哦。咱讲到遮，咱嘛爱个讲到咱台湾是虾米上济？一般来讲，道教上济。但道教来讲呢，人往生，吼、哦，迄仪式足济，吼、哦。尤其北部有北部的仪式啊，中部有中部的仪式啊，客人有客人的仪式啊。拢总无共款，但是恁爱个认识着讲伊个死亡安怎来处理？为怎样也去处理出来嘞？拢有原因的嘞。什么原因？因过去因个祖先为倒下来，因个为一个所在个方法来讲。但是嘞，今来到这嘞，事实讲，我不一一一项一项拢总啊，恁讲较清楚，不可能。但是嘞，嘛是爱互恁介绍讲。无什么宗教往生一处理方法，爱互恁了解。你啊唔捌往生，你要得到你永生的机会是无可能。按哪讲？你要永生，你必须要修行。修行的重要性在倒位啊？迄咱慢慢来个来讲。因为按哪讲，咱遮也要做好起来。啊，稍等下，下几乡事尽量搁为遮阿你讲好听。今日。啊！恁讲对道教来讲，真重要就是讲道教，得讲了讲三魂七魄，你捌听伊讲无？吼、哦，讲三魂七魄，但是虾米叫做三魂呢？你捌听无？知影无？啊！我吼、哦，今仔日吼，啊，我内底吼，我有简单啊，为这三魂七魄来讲，吼、哦，三魂内底。第一条就是讲，咱人爱认识三，可以讲道教来讲，你讲爱知影讲，什么叫做太公啊，什么叫做啊这松灵，什么叫做吼灵精，吼、哦、啊，互恁知影这三魂啊七魄，我内底拢把你写个清清楚楚，要给你们认识。但是咱今日是有教导，我连介绍下这无路用。但是为怎样互恁介绍这三魂？特别您讲这个情形，让您了解，因为这个有关系到跟咱的文化，因为呢，道教的文化跟咱佛教的文化差无偌济，吼、哦，跟咱我这么是讲文化，唔是咧讲经哦，经跟文化佫无同哦，吼、哦，跟佛教的文化哦，台湾佛教的文化哦，先阿您讲哦，经归经，文化归文化，吼、哦，文化是咱祖先。传落来，咱安尼传落，迄叫做文化。经是释迦牟尼佛讲的，迄就无共啊。吼、哦，所以讲，咱来讲文化，因为佛教嘛，佛教的文化，安尼恁了解无？佛教的文化有佛教的文化的处理，因为咱中国的佛教，吼、哦，啊，伫咱中国分做一个中国来讲，分做三块地，三块土地。的三个佛教、啊、应用的地方，咱来讲咧西藏，吼、哦、云南，吼、哦、一带，和尚，就是藏传佛教。咱来讲这个甲西部过来这边咧，或者南传佛教、小乘佛教的所在，过来咧，甲咱南方、甲北方这边咧，咱大乘佛教，咱大乘佛教嘛，佫有分做闽南派。给他，而且上传佛教也属于大乘佛教，跟南传佛教不一样。南传佛教我们现在来讲，它是一个大乘佛，它是一个南传，那个小乘佛教是咱来讲的。但是呢，如果来讲，它是不能称它是，我们都把它称为它是南传佛教。南传佛教的用释迦牟尼佛来讲的用，为印度来讲的，在东南亚一带，东南亚一带。大部分以南传较济，南传就是讲为伊，咱咧讲就原始佛学，好原始的佛教，
在原始佛教，它有原始佛教的处理方式，哦哦、在原始佛教，原始佛教的处理方法。所以讲，咱要安怎来了解讲人往生？哦，每个佛教每个处理方法伫倒位啊？哎，师安尼讲的伤紧未？哦，因为安怎讲呢？本来吼、哦，咱的课程吼、哦、是啊，今仔一天两点钟，搁第三礼拜两点钟。但是呢，所谓四点钟的课，啊，恁改做两点钟的课，啊，所以讲爱讲较紧淡薄啊，啊，袂使拖，啊，也是讲大意。本来我在讲课的时候，并不是用这个单子给你们的，是用影片给你们认识，用慢慢啊看，慢慢啊看吼，搁一挂影片，用影片互恁看过了后，啊，教恁解说会搁较清楚。但是呢，今仔袂用影片互恁看，啊，袂用影片互恁看，因啊，就是用嘴直直讲，吼、哦、啊，用开讲的方式，吼、哦，所以讲。这段时间就是讲，咱大乘佛教加南传佛教的差别，好、哦，让您了解啊，也给你们了解藏传。但是呢，我今麦来讲，是大家讲个，让您认识各宗教派。但是中间会过来您插一句讲，大家拢会当听讲，死位倒下来，啊，大家嘛知影讲死位倒下去，啊，死就死去，要安怎？但是呢，其实光佛教就很差异就很多了。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样，在南传佛教的处理方式，哈、哦，这南传的处理方法就是讲，你若讲在啊印度尼泊尔那边哈往生，的处理就是讲人死了，因无讲，纯人家讲用这个观察，哈、哦。啊，衫裤穿甲好好，安尼吼，甲摆好者。因有，因无观察，人死去了，用一个棒，吼、哦，一个棒，啊，肯个，啊，衫裤我那哩穿好好，啊，哩看我水水。下骹，该用茶一支一支摆好，摆好好势，啊，你甲看面顶，看面顶了，甲佫用边啊，甲佫看茶，啊，茶甲佫徛喺面顶诶，吼、哦。甲为规身躯拢阿你看起来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安尼，甲大块的茶，啊，甲用草放喺你人的身躯边，甲开始黑化，这南传的方法，往生，安尼阿你黑化掉，讲系足简单嘞，对无？啊，因拢在溪仔边，啊，溪仔边吼，做一朵一朵，像一个袋安尼，一朵一朵，倒一个人放会当落的。一听到啊，一个师傅，因遐好多，咱咧讲，咱即马讲较好听，好多藏医师啊，吼，摆边啊，啊你摆摆啊好势，啊死去了，烧烧了，人有骨头有，吼、哦，大部分捡几朵啊起尔，剩的亚罗多呀，幸福，所以讲，足侪人。啊、我讲一个小玩笑，我两个人开一个小玩笑。啊，恁去恒河哦，大家去恒河讲，哎，我到印度，我去恒河，我一定要拿一点恒河沙回台湾。结果你们拿的是什么东西？三千多年啊，烧三千多年的骨头骨拢在内底。印度今嘛，吼、哦，有几亿个人口，十三亿个人口，但是咧恒河咧烧的人口是足侪，穆斯林嘛足侪啦，吼、哦，咧恒河咧烧足侪。所以讲不知不觉，哦，都提着不应该提回来的东西。但是呢，什么叫做恒河沙？恒河是在哪里？它是在印度从南到北，哦，一条溪啊，近等的所在。但是它的水源在哪里？对，咱在咱西藏这边的，哦，所以讲咱要了解。一个地理，哎，归到印度的地理，爱了解。面顶是西藏、尼泊尔，安尼一直传落来，到倒位啊？
吼，咱释迦佛在对呀，吼，就是在印度的一路的总部。所以讲，菩提迦叶，咱在菩提迦叶遐是释迦佛成佛的所在，但是它也是从恒河在旁边流过的地方。您捌去印度的人无？有人捌去无？拢捌去过啊嘛吼。其实印度是一个很原始的国家，又一个很好的一个国家，又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国家，全世界数学呀、足管呢，拢是印度人，他们是很高知识的，但是他们到现在还有怎样？还有他们的文化，因今嘛要个奴婢，要个人的话，他们还有分等级，到目前来讲，哦，要个分等级，所以说那爱认识整个我们的佛教的由来。但是在印度来讲呢，它整个体系经脉的体系来讲，因佛教的人口足少的，整个来讲还不到50万人，50万人很多了啊，真的还不到，甚至不到10万人真正的佛教。但是呢，有50万人那么多是怎样来讲的？因为那种世宗，好、哦，有世宗逃亡，搁在这边的印度，哦，都过了这么难的，哦，尤其印度的北部，很多都是啊，这里藏传佛教的人，包括达赖喇嘛嘛的一边。所以讲，咱研究佛学。是要用咱智慧来研究，要用咱本心来研究，不是用嘴来研究。所以学佛讲究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可以信，那两个信佛祖，咱不生灭佛祖；那两个信菩萨，咱不生灭菩萨。信而不明，才是我们真正的佛教。爱给这样代志，所以讲，足侪人拢要来研究死，因为是某个人跟恁同款，一段时间，我那最爱研究这方面的资料。我初出家在台北通化寺，跟着我上人上达下人老和尚到处。跑了好几个国家，因为我的上人本身是一个啊，槟城啊，在马来西亚就叫做槟城，槟城指的是第四代皇中，第三代皇中对下人，就是咱这延龄老和尚，任延王延龄老和尚，过来了本宗老和尚，过去过第二任是咱妙莲老和尚，那妙莲。那格罗西的妙莲老和尚，他是从哪里来？从大陆鼓山涌泉寺。可以，所以一代一代一直传来。啊，我的师傅呢，伊本身是为台湾去马来西亚，伊要为去马来西亚以前在倒位啊？在台湾，在台北，就是台北法总寺出家，就是圣严长老和尚出家的地方，哈、哦。那当初老和尚当初来到台湾挂单的地方，我师父就在底下出家，出家了后，一个日本读曲折大学，好、哦，在日本读曲折大学，好、哦，啊底下等下台湾呢，他就想讲，一个时阵，诶，民国40多年、50年中间，他想讲，啊，我今麦等下家，是不是应该带家弘法？但是呢，咱台湾一个时阵写作下面。戒严时期，所以讲咱大家足有福报的。一个时阵，全班这么多人要聚在一起的话，我们就违反了，都违赛啊。所以一到这边开始，在讲《法华经》都变成两个样。所以说，第二次又给警察抓去了，白胜章他把他报起来，你看看啊，你台湾要安怎？他会让弘法的被安葬，他才离开了台湾，好、哦，去越南，啊，真可怜，
去越南去无外久，去几年啊，都沦陷。在越南，越南无在台湾，等在台湾。那时候那百胜长老是最后一班机，好、哦、位置给他，他回来台湾。再来呢，我师父呢没有办法，才从越南离开，从越南离开到柬埔寨，好、哦、为遐开始行咯，去啊，行去个啊，这里泰国。住在泰国，在泰国呢，那一个时间他重建啊佛光寺，在泰国。在泰国了，佮等下台湾，等下台湾了，佮佮去马来西亚，啊，佮在马来西亚开始弘法，啊，开始就是讲底下开始住好在那一边住了。最后呢，百胜长老邀请他到啊槟城极乐寺去当家住持。所以说你两个马来西亚的人看到尊很高的观世音菩萨、哦啊、那个时候是百胜长老建的、啊、百胜长老呢把那个观世音菩萨一尊那是人台湾台湾做的，结果一尊是用玻璃做的，没多久一尊观世音菩萨派去，所以说我师父就重新做一个铜的在那边、哦、啊你安坐几尊，我师父已经往生了。当我师父往生了以后呢，我得通法师，我就自己啊，就到啊新店台北华城下。我在那里呢，在做什么？在做半闭关的方向。买菜都爱买啦，一礼拜都爱买一摆菜，啊买菜。微微的去山顶，啊，就在山上，都拢无落来，啊，每个啊拜一啊是拜二啊吼，都无菜啊，拢无菜啊，无食咯，无米咯，啊，都爱落来落山，啊，都拢得在那里好好的也住了三年半。那个时间，我本身是研究华严，研究华严，他看《大般若经》。那个时间我是在这一方面在下这一方面的功夫，然后过来和、哦、这个仁人家商啊前董事长明成老和尚邀请我到东湖讲堂去当住持，我就到东湖讲堂去啊。可惜说东湖讲堂有信徒十三个，带到每天我们的共修都有一百多个人了，那我是认为说我不应该在那里了，我应该还要再研究一些我要应该要用的东西。我又到石门，就是咱这个北海九门山顶，去到遐我就跟崩完寺，但是那个寺院是一个灵骨塔。边啊，有一块蒙阿波，吼、哦，要石靠进前有一块蒙阿波。但是呢，我为什么会去挑选那里？因为我在东湖讲堂，在共修的时候，这两三年内，好像我缺了什么东西。一直行，一直行了，缺的时候，我们在修行，我们往生后。我会跑到哪里去？我去蒙阿波看看，啊，就是在蒙阿波玩的是，一个一个。啊，我问你一句话，迄敢是我要住的所在？我伫遐看看了，迄间本来是都无人咧管理，都有经过一个法师给我介绍，从那个遐，我改做。八种山极乐寺，把它改成为华藏山极乐寺，正式跟政府把签名，通过这个方案，我带下大大，我底下大中间，底下大七年，通了不加八年，我底下咧大，去时阵是，一间寺，破破烂烂的，外观很漂亮，里面真的很糟。还在灵骨，我坑骨头，
地下室有放骨豆腐，放三百几粒骨豆。但是走到遐是臭毛毛，足水的，但是臭毛毛。但是我是感觉讲，我要来修行，这个就是我的环境，这个就是我的环境。但是呢，我要怎样来把它环境整理好？我就带了我一些徒弟，还有几个法师，重新要经历经历，拼拼扫扫的，打工经历好些。哦，发现地板都给垫个，从这个地板垫个碎碎碎，土下。结果呢，我看你睡不着，想躲，我带你来躲。结果我就在那里，每天晚上进去里面住，住了三年半。在那里的三年半是在修一个不倒单的活动的修法，也是在修不净观，也是在修白骨观。底下华北一个人往生后真正的处理，因为咱每天在跟猛将几十百的中间的斗阵，不知不觉咱社会人讲会卡音，有这个代志无？会无？事实上有遇到就您就知，无遇到讲无人会相信。但是我就在那里也没有这样，因为我每天一个好处，我就讲中央的前辈，无论你是自杀的，无论你是安怎拢好，我今日来个遮，问恁就一所在，啊，就恁往生的方法，互我了解，啊，我来遮当做，甲恁大家结一缘，我回向功德互恁，我一个月我会煮一顿啊，切头切头请恁食饭，但是呢，我伫当做中间，恁莫插我，啊，我唔捌顺，我伫问，恁来我讲，结果我在那里从不净观修到白骨观，从白骨观修到幽冥，幽冥观，就是在那里不知不觉啊，就是在研究信息了。我底下来得待三年半，但是啊，不过待了一世啊，不到呢，爱下去啊，是不是啊？呢，讲修行足简单的啊，但是呢，我就只好开门店试验开始整修，吼、哦，有人好来坑，有人来坑百威，我不靠崩，好食，这是老实讲的就好。但是呢，大经历经历三四年啊，等于底下大个七年外，要八年啊。有一天呢，跑到南部，啊，跟南部，我以为哎呦。我懂了很多往生的方式，我以为我懂了很多民主的方式，可看到处去走一走，说哎呦师父啊，我真正的是一个井底之蛙，因为怎么说，我未当了解外口的天地是什么话，一只长脚鸭在古井看的天公对这拍电脑让你看呢，我哪会知讲外口是安怎？雄心是在那里，我不能了解，我刚刚研究我自己而已，我没有把我所说的事情给大家知道，我所研究的事情给大家知道，就没有这一套。所以说有一天就去到南部、啊、一个老和尚在跟我开讲，开讲老话用一句话说，阿黑明啊，阿你吼、哦，打七个换草坑，你知影无？伊讲安怎？我听着来戆去，你知影？打七个换草坑，哎、欸，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啊！哎、欸，我真的很压抑啊！为怎样嘞？伊讲，阿、啊、你都底下这几年啊，都人来，你都人锵锵锵，阿、啊、你都讲你啊，创一个牌位啊，都好用。哎，我问你一句话。啊！结果研究的方式，你也没有出来给人家知道，你也没有把你的真正你的修持的法告诉人家。
啊，你是修什么行？吼、哦，是修孝行，还是修德行？你自己讲给我听。然后讲这句话了，我大概那个时间，我混沌了，超一二十天都唔敢出来跟人讲话。哦，那也见笑，好难难讲这句话。但是呢，在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回想，我为什么会人家讲我这一句话？因为修行不是用嘴讲的，修行是行的，修行是行出来的。修要行，要行出来的。我只有修，也没有行，那叫修行吗？所以说，以简单我的故事来跟大家去讲，讲我在修行中间遇到的困难。好，在山顶啊，住七八年啊，无啥跟人咧来往，即马拄拄啊好。有人要邀请我来台北接一间工堂，在西门町，台北的西门町汉口街，或者白云讲堂，邀请我去遐做主持。好，我就来啊，真敢就我来来。去到遐咧，我就开始办活动，开始讲演讲，安尼讲，包括我把台北县警察局，我有在那里讲课。结果刚好有一天，我们警察局的那个课堂 K1， 哦，摆不出来给我讲课，好不要紧，我的讲堂看看，无论警察拢来我讲堂听课着。哦，有影，昨天发警察来我听课吼，昨天出一条大问题，什么代志？因为警车太多了，台北县有万里来有啥，马斯基来听课的。百多人，啊，两个人一台车，两个人一台车，你看我的警察车来开外头，规座汉高街我停到要崩去啊！吼、哦，哇，不行不行！所以说，从那一开始讲啊，我说了，底下汉高街一工多，两工多，三工多，哎、欸，不错嘞，人也袂歹啊，啊，愈初初就无人，啊，慢慢的供销，哎、欸，规间嘛满满的人啊，也不错了，吼、哦，像这间厝安尼满满满的人，也不错了。结果呢，来了什么事情？修行没搞啊，业障来临。为什么会业障来临呢？所以说修行真的是要有德恨。哎，问看看，因为我叫白云讲堂，两间三间店面让你看，大楼一层的楼下，合地也是都四八平。哎，西门町哎。清楚，背开五六亿个一处啊！我在做讲堂啊，也免费的啊，欸、不错的啊。但是咧，西门町什么上济？冤家相拍，连个这个地方个边际我拢得呀。因为我都在西门町甲偏大七十啦。虽然人很多，但是刚好他们打架的地方，哦，规工啊就一边相拍，规工啊就一边碰碰碰，哦，我要惊死！啊，听到砰砰砰，气门赶紧闹落来。哎，我想一想说，我还可以在这里修行吗？我又问我自己，我还可以在这里修行吗？那你啊，最好决定哦，放弃放弃，底下开遐侪钱，报底遐侪钱咯，好不要紧，万行放掉，山顶放掉。来到西门町上无人的所在放掉，搁上有人的所在放掉，才来通。第大竹，大竹呢，嘛是拄啊好，咱一个范兄弟，我做如意法师，哎，孙兄，我昨去遐做船吼。啊，阮诶信道边有一间厝要卖，你去看卖要卖，卖无？无一间厝，你也提起个。哦，好啊，去看。我一早起来看，我讲啊，你要卖偌济？我讲不要紧，伊讲讲好，因为我不敢贪。伊讲我卖我一千万，我嘛我讲我是卖遐侪钱啦，看你要卖偌济，先在你自己讲。
哦，好啦，所以你啊，一开始要买，我跟你讲，好，就讲要卖给我了，好，我一早起啊，讲讲伊的包钱，我就提给伊，吼、哦，无够钱，啊，阮就爱换兄弟啊，阮师傅尽心中哦借钱，贷款，成立一个，吼、哦，趁人家来去办贷款，安尼生的方法，啊，就成啊，买一间厝，就是今晚我得大同家，吼、哦，好了，大家，但在这里呢，我简单在这里就自己。他既然没修行啊，单单留啊，我也不做法会了，每个月做一次的共修会而已。哦，为什么要做共修会呢？就是说我来到这里所在，顶。但是呢，这里规条路，甲附近土地神，甲附近有往生的，我一个月嘛爱请人家一边阿饭，所以说每个月。做一次简单的法会，做一个很简单的甘露啊，请人家一个饭，安我才可以在这里安顿的修养。所以你讲，那你素文内底大家来讲讲，咱都爱阴爱巧好，阳该安康，就是这个理由。所以讲，每一个人要先认识我们自己的环境。研究自己的身世，所以讲我在山顶中间闭关，在山顶在点穴在修幽冥观的时候，才认识到这个问题重要性在哪里。你一个婴儿，哈、哦，虽然他没有出生，他在胎胞就给你拿走了，但是他有没有成型，在无我。其实都有，我们所谓的婴灵，也就是这样来。在全世界，我嘛行足侪国家，啊嘛，满世界还是研究的各种的文学中间。有一天，我去印度，过去一个尼泊尔，哦。我去尼泊尔中间，啊，就讲一句较正经的，我一生中真爱翕相，真爱翕相。啊，我拢出来出街啊，但是我拢去到对，我都一台卡米拉扎在身后边，啊，拢我是去翕相。在尼泊尔吼，一睁开，啊，我一片处，哦，一个小乡镇山顶，我出去了足水。但是因为门外花，你知影，拢超100公分、120公分高呢。门啊，吼、哦，好100公分到120公分高呢。我问伊讲，哎，安尼这门还拢做遐尼低嘞？吼、哦，伊后讲一句话，这个就是文化，我要探讨的文化。因遐呢，过去。僵尸咧按袂落来，爱用行，爱用安尼先行，吼、哦、会按，所以讲因门做低，所以僵尸袂就去出来滴。哦，出去两楼三楼哦，按门100几公分，100公分，100公分加加安尼尔，啊人要就去拢在安尼按下就去。您捌看过无？啊，这个是一个文化，好、哦，所以讲，咱行就是一种脚，安尼在行，但是在行中间，因为认识人家的文化，你看到物件，你无去啊问，你是永远袂包。结果咧，我去到遐，因为我主要一抓去遐是要去参访有一个。在山顶，我的瑜伽大师，哈、哦，他们在尼泊尔那里呢，有一些瑜伽大师呢，他们不是南传的，也不是藏传的，哦，不是南传的，也不是藏传的，但是呢，他们穿的衣服呢，哦，也不是南传的，也不是藏传的，就是讲，穿了三件南传的足歪，啊。不是像藏传披一件红衫，也不是这样的。啊，我按你们这里的，我们这里的佛教，
是我们这里单独的一个教派，好，但是呢，他们是大乘佛教，他们是大乘佛教。但是那个瑜伽的大师，我那次是专程要去参访这个瑜伽大师，那个瑜伽大师，就告诉我说，当初我们这里很多这一方面的人，但是呢，很多东西，安尼穷西很多魔鬼很多。然后现在呢？现在没有了。你说安怎？瑜伽大师很可爱的讲过一句话，我永远会记住。好，伊阿公，古早的人，在他们山上的人，每一个都很清楚，每天起来就是礼佛，就是用功，阿伯的是做他每天应该做的工作，安尼是。这回呢，因离开了，因跩人呢心肝足单纯呢，跩魔鬼呢，跩咱咧讲的跩魔，拢照强师的身躯起来咧做代志，起来咧讲话。但是伊现讲遮了后，我搁去想了，以外头家大家搁去想，这跟咱台湾的讲什么讲动机？就是说当机他本来就是救人的身躯，对不？来讲话，对不？来做代志，对不？赶快，原来就是这样。你看我的回想就是可能是这样的，当机就是救人的身躯来讲话。因嘞，跩人嘞，心拢真清，一念佛，一念咒，跩袂当挖到跩人的身躯。但是嘞。今嘛无啊，你讲今嘛无啊？什么话？因为今嘛吼，或者五浊恶世，就是人的心肝转啦，人的心转啦，人的心不是讲从古早讲很单纯的心在做这个事情了，所以讲因转魔，我招人的心，先去救人的体，因为人。有贪嗔痴，慢卡在咱的身躯啊，所以讲，因为入咱的体足好入的，自然而然很好进啊，所以讲今嘛无啊，那个瑜伽大师好讲一句话，哇，听起来讲哦，我真的，我这次来参访，因为我那一次是专点去学瑜伽，因为我那一次是去学狮子吼。瑜伽四十红华，因为我本身我跟研究一些别的东西，研究不理解你，因为我为十八岁就开始研究别的东西，研究宗教，我有去研究各种的宗教的方法，但是那个时候不是在研究死亡，但是了后一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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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不觉去到那里看到哦，原来这就是魔，魔是怎样来的？但是呢，咱今嘛啊，搁等下咱台湾搁看，哇，咱台湾呢，强大，今嘛比西门国较济，干妈店国较济，三卡坡一间，三卡坡一间，因在做法会，因也无咧管你，我把我放落，我耳搬落。我会去边啊，有囡仔咧读书，无有王啊，都出事个袂，会去插着人，因无得啊，跑啊，砰，砰砰砰砰砰砰，吼，听落咱嘛会惊。他们这个就是说，他们没有尊重到自己了。所以说，在研究这个法案来讲，就是讲，但人在修行中间要先认识自己。要先认识自己，所以讲，我这场课在跟您讲的，主要就是在跟您讲，先互您了解各宗教的思维，各宗教的观念。您也无去认识到其他在文化在各宗教的物件，你也不来往生，不来讲讲一个往生的方法，修行的方法，安怎讲？心袂起我来，
未重在修行。等到你若去研究到死亡的恐怖了后，你才知道修行的重要。所以说佛教在我们汉传佛教，他不会把死亡讲得很多，在汉传佛教他不会把死亡讲得很多，为什么呢？他认为是在汉传佛教来讲是修行本身，你修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，你修行到什么时候时候，你自己本身的体你就在那，你根本都不用去反复就说啊，我死去了安怎？因为你有修行的基本，你就不用去说、啊、我死后往哪里去了，因为你有修行，你本身的气你就在了，也是其他宗教所说的。你基督教也是在说啊，穆斯林也在说啊，你知道穆斯林你倒一点对吗？穆斯林一天五拜的基督，你倒一点对，一边十五分钟几二十分，一边十五分钟几十分，一天五拜等于一百分钟，对吧？没买还有七十分钟八十分钟啊，对吧？所以说他每天会在祈祷方面用到八十分钟最少啊。你们每天每天有没有用到的？有啊，我早课有做啊，我晚课有做啊，我早课用了一个钟头，晚课用了一个钟头，我一天用两个钟头啊。但是你白天你有没有？但是呢他从早上让人起来十五分钟拜刷、哦、让人每个月好、哦，每年过一遍斋戒夜，穆斯林有一个斋戒夜。什么叫做斋戒夜？你知啊？就是讲这一时啊，日头还未出来以前爱食饭，日头出来在日头在半空中中间，在日头还未落山以前，一天拢未使食物件，爱吃够个，爱个食菜，未使食醋。哦、穆斯林的生活。所以说我们要认识其他宗教他们的修行的方式，我们也要赞叹他们。基督教呢，他们也有他们每天他们要所要看到他们的课程、啊、所以咱若认识人的宗教了，咱就不去说咱就上好，但是佛教一部好处，什么好处呢？佛教伊就是阿里讲，我们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但是呢，最起码我佛教呢，我要走的方向是明明的。我要往生西方极乐，好、哦，我就发愿到西方净土；我想到东方净土，我就自己来发到东方净土的地方。所以咱这节课，咱是简单，我是阿里介绍其他的宗教。我一节课跟您介绍咱佛教啊，正港的这个西藏的文化，哈、哦，差不多简单讲一句啊，啊，甲古阿林讲一句啊，我们真正要修行汉传佛教要走的路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请起立。啊，感恩法师开示，大众等向法师顶礼三拜。来，上一项一问一信。好，大家身体健康。